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中壢交流道美别墅。现在我们在它一楼的车库。好，我们现在往里面走。好，现在我们上二楼。现在我们的位置在二楼的楼梯间。我们先来看二楼的卫浴间。好，我们退出来。现在我们来看二楼的阳台。好，我们退出来。现在我们来看二楼的客厅。我们来看它旁边的中庭。好，现在我们回到二楼的客厅。回到二楼的楼梯间，现在我们上三楼。我们先来看三楼的卧室。好，我们出来。现在我们来看三楼的另外一边。这里是厨房。还有饭厅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三楼的阳台。好，现在我们回到里面。到三楼的楼梯间，现在我们上四楼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四楼的次卧。好，现在我们退出来。现在我们来看四楼的主卧。先来看四楼的阳台。好，我们回到主卧。接着我们来看四楼的卫浴间，还有更衣间。这里是四楼的卫浴间。好，我们退出来。回到四楼的主卧。现在我们回到四楼的楼梯间。上五楼。我们先来看五楼的卫浴间。好，我们回到五楼的楼梯间。先来看五楼的次卧。
好，我们退出来。现在来看另外一边，五楼的主卧。接着看五楼的阳台，好，现在我们回到里面，回到五楼的楼梯间，现在我们上六楼，这是六楼的空间。我们先来看六楼的前阳台，好，现在我们回到里面，接着来看六楼的后阳台，好，现在我们回到二楼的客厅，